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因为小麦马上就要去医院了，然后这几天我妈是想着办法给小麦做好吃的，让她多吃一点，然后做手术的时候能够抵抗力好一些。今天又是白萝卜饺子。哎呀，这手艺，不去开个饺子馆吗？可惜了。做个给你投资一个亿，开一个二姨饺子馆，小姨妈饺子馆。哎呀，厉害了！看吧，我小姨妈厉害了。说这菜好喝的，不该别别上那哈吃。这个便便是，你要那个，这个便便是。这里给现在做舒服的吃。你看，就这样，这个，越嚼越嚼，可好看。来，给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真好看。我小姨妈的技术，来吧，乖乖。小伙伴们，有没有觉得真的好可爱？哎呀，我的饺子出来了啊！爷爷，奶奶，去吃饺。好了，给我送给我要一点。你都吃完？要等我胖明珠吗？爷爷，宝宝，我先加一点味极鲜，生抽酱油。生抽算不算酱油？然后我要再剥个蒜。你们吃饺子的时候要不要蒜？每一次我们家吃饺子都会先给我下饺子，因为给我的是素饺子。饺子就是蒜，特别香。这次我还想吃蒜，但是不能吃了。蒜吃多了以后晚上睡觉，心脏烧得很。想了一下，我大概就是20分钟吃完了一盘饺子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拜拜。